宋志忠设计师，把握各面空间，为23平居家圈点所有视觉焦点。入门玄关墙以大树意象营造童趣端景，公领域墙面会接收纳柜与钢琴机能，树状造型主题则与玄关墙面做呼应。客厅电视墙以浅色文化石活泼氛围，并利用沙发背墙为素书房空间，在拉帘滑门设计下兼具隐私性。书房墙面以不规则悬空柜与窗面切齐，满足对称视觉感。餐厅以一字串联中岛，餐桌流畅空间动线，并于台面增设水槽便利使用，边墙更以枝状线条构筑视觉焦点，同时巧妙隐藏门片。卧房隐藏门化解风水问题，并于墙面设置造型门片隐藏电箱设备，床底则以顶天柜体满足衣物量。宋文林宋志忠设计师运用空间面向打造活泼动人的北欧舒压宅。